为着要让囡仔会当伫咧欢乐嘅气氛当中来学习，培养诚信廉洁嘅观念，云林县政府政风处特别安排一连串嘅善导活动，邀请云林故事蒲公英甲校园来巡回演出，活泼佮趣味嘅画剧是真受到小朋友嘅欢迎。云林县政风处长含二轮乡长嘛做过伫二轮国小来加入演出的行列，希望将高品质的政治来种植咧小朋友的心中，陪伴因做过健康快乐成长。不单顶有真侪动物造型的角色，等咧进行趣味佮活泼的表演，让小朋友看甲笑嗨嗨。这是云林县政府政风处特别安排的宣导活动，希望囡仔会当快乐学习。云林县政府政风处呢，那今年呢特别规划那个校园诚信的一个巡回的这个表演哈，特别邀请我们蒲公英的剧团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希望我们帮助我们学生人在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养成建立这个良好的品德哈，以及这个人格的特质。啊，非常欢迎来到我们澳能国小这个地方来举办，啊，从小学灌输这个诚信。啊，守信用的基本观念哈，让以后他不管在各学习的领域，以及出社会都非常有帮助。有表演，有游戏，让囡仔拢非常投入。云林故事蒲公英用心安排真侪趣味、有意义的故事，让小朋友会当自细汉就培养好的品德。今天校园连线这个活动特别号召了云林故事蒲公英的伙伴集体来演行动剧，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行动剧，能让小朋友们愉快的学习到校园的诚信，还有反贪污，那希望他们能收获满满，欢乐满满，会当学习到正确佮好的观念，对小朋友的人格发展也有真大的帮助。亲像饮酒唔通开车，选举唔通买票，这款的道理伫故事当中来学习，效果也如何？我今天来看电影让我很快乐，而且角色都很可爱。开心，我今天看到这个戏剧，我觉得诚实很重要。这个表演让小朋友学到很多。刷落来蒲公英故事之工也将会到保中，未了国小顶顶好好的演出，和更加侪小朋友也会当伫趣味当中来学习，健康快乐来成长。校园连线，帮助向前。记者跑出机场报道。